贾斯敏·奥德赛又回来了，没有人可以摆脱他。这张热门专辑《流弦》收录了不容错过的单曲。Oh no, not again。比如《再也不要》和《当我们同在一起》（括号旁无一人）。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很明显刚才那首歌不是我要放的，不过我们的系统似乎中了一种很难搞的病毒。等等，不对，制作人刚跟我说是系统被黑了。今天大概是点儿背的日子，下一首歌会放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希望是首好听的歌吧。
事。下面为您播送新闻资讯。昨晚烟熏镇外的合唱桥遭到了陨石冲击，有崩塌的危险，以防万一，有关部门敦促各位司机在桥上尽量开快一点。双点广播电台为您随时跟进报道。
位名叫海伦·托布索尔的听众分享了这句振奋人心的至理名言，无论何时这句话都能给他带来笑容。人生就像胡萝卜，而您应该争做一只兔子。至少这么过日子对视力很有好处吧。只有巨无霸医药能保证你会死在其他地方。我们接受巨无霸卡、超级巨无霸卡，而且巨无霸 Plus 会员将有资格接受实验性疗法。巨无霸医药，交给我们就对了。24小时全天候陪伴，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麦吉尔·比科沃斯为您播报，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忘记您迄今为止听到的所有废话吧，我是麦吉尔·比科沃斯，将在双点广播电台重整台风。Thank you.
我想知道疯狂的低端科技公司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双点头条上说，他们把人的耳朵当把手安在了水壶上。哼，这大概是现代世界的又一次胜利。Thank you.
评奖的季节就快到了。需要清洁，有患者死在了走廊上。您是否有时会犹豫该说我和您还是您和我啊？恭喜您，您是诸多因受教育程度不高而让生活举步维艰的人之一。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可以判断哪种形式是正确的，但恐怕这个公式对您这样的可怜人来说都太复杂了。
电台。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小青年在嘲笑一张海报，而且居然是本电台和鄙人的海报，简直难以置信。他们连广播是什么都不懂。让我来告诉您吧，您这个目不识丁的小混混，广播是传播格调、培育全人的系统，是在智商三位数的人群中发展最快的媒介，而广播人则是世上最尊贵的职业。接下来，请听本台奇糟无比的台呼。
只表现一。听说霍里史迪克斯首席执行官奥古斯都拉文德今天去了某家竞争对手医院，毫无疑问他是去散播邪恶火种的，就好像自然疗法也能上得了台面一样。
Thank you.
领先，落后，一切皆有可能。这个赛季，斯路普等您来，为待定赛事的待定球队助威呐喊。24小时全天候陪伴，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恳请各位患者使用院内现成的厕所。
本期特别版奈吉尔爵士点评栏目中，我将点评近期参观的九泉之下殡仪中心。我希望为我自己的身后事做好安排，而万事都要亲自尝试。在各种棺材里躺了3个小时后，我最终订购了一款抗蛀虫橡木棺材，强烈推荐。流行锅实验室需要维护。今日礼仪指南是我珍藏的无价之宝，论如何更好的问安。好吧，如果您愿意，我希望您能鞠躬，也可以单膝跪地，除非对方同意，您应避免眼神交流。啊，还有别忘了，我的复姓是爵士。如果这一切都太难记了，请您干脆不要向我问安。Thank you.
所。今天我们将谈论双点线最众所周知的一些绝密信息，你们可以期待听到本线期满我们的丰富历史中我最喜欢的阴谋、遮掩和丑闻。系好安全带，先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伙计们，即将上演的可是一出大戏。请医生到流行
是根据医院管理者的价格自主权和贪婪本性定价的。所谓的流行文化，希望你们相信巨无霸超级集团是一家由名叫金宝麦克纳利的人类所创建的公司。先别急着点头，假如它只是另一个巨无霸的产品呢？一个会走路和说话的品牌，供我们吃三明治时看的一张笑脸，假装一切都好，我可不信。请护士前来注射室。如果您正在寻找清洁头发的产品，考虑一下平平无奇吧。平平无奇洗发水，它能清洁您的头发，但不能改变您的人生。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年底即将到来，
你们可能不记得塔贝莎·丰斯克当我们的市长有多久了，没人记得。有一年他直接没有进行选举就得以继续掌权，他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没人注意。他们就是这样让其他所有事情板上钉钉的。而现在在我说话的这会儿，又有一件事情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被办掉了，然后是两件、三件，还有第四件。褪色症患者们即将抵达。是双点广播电台，我们来谈谈隐蔽瀑布地产。那里的开发已经持续多年，但我们还没看到过一张照片。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政府正在利用隐蔽瀑布制造。我不是阴谋论者，可各位有没有怀疑过，为什么电容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房屋无人居住，野生动物纷纷变异，时不时传来的诡异报道。要我说，这肯定和政府部门的秘密实验脱不了干系。我可能还真是个阴谋论者。啊，真的找不到几个理由让人想去双点县的沙漠地区观光，更找不到理由踏入这个最小的小镇。当然我说的是烟熏镇，那里的流行消遣包括剧烈的咳嗽和排队等待手术。好吧，人总得有个地方住。总有人这样问我，嘿，老狼，在咱们这个荒唐的双点县，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我的回答永远是感动镇。我对滑雪和雪中木屋什么的没兴趣，
但感动真有它独一无二的魅力。我推荐大家一生中至少也要在那让人脊背发凉的感动真酒店过上一夜。